第十一题，A 计算过山车离地面80米时嘅势能，运用公式，势能系 mgh，m 系4000，g 取值10，h 系80米，咁我哋就计到系320万焦耳。B 就话当呢个过山车去到 B 点嘅速度系35，而离地10米，问嗰个机械能散失几多？我哋就计喺 B 点嘅时候嘅 KE。B 点时嘅 KE 系1/2 mv2 次，我哋运用公式，速度系35，我哋就计到系245万。另外，我哋又計埋喺 B 點時嘅勢能，B 點離地10米，咁我哋計到係40万焦耳。問由 A 點去到 B 點嘅能量損失，即係話我哋就計算咗 A 點時嘅能量，即係先前 A 部嘅 PE，然後就計晒 B 點時嘅 PE 同埋 KE。咁我哋呢就計到係320万減245万，再同埋呢一個40万，撳計數機。我哋計到係35万，呢35万焦耳就係損失咗嘅能量。去到第二部分，就問我哋呢個損失咗嘅能量究竟係變成咗乜嘢呢？點解會損失呢？咁我哋就知道呢，其實佢要係愛嚟克服過山車同埋路軌嘅摩擦力。好，我哋就完咗啦。